果必含报，报就是果。说你善恶业所感召的，一定要得个结果。你得个结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果了。善业、善恶业所感召的啊，这就报了，报就是果。但是不是马上就成熟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经过很多的变化，一说叫一说果。但是你是什么因，一定是什么果，绝对不会错的。最后第十种的是本末究竟，相，什么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相就是本，初相就为本，以后可感的报，以后所感的报就叫末，叫末。本就出处出的第一个相，完了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感到报，报就得到了，就是过了，就是过了，叫做末。但是到究竟了，所归处就叫究竟。究竟是贯通前头觉法，本末究竟等。这十法都入世，都入世。这个要是开会讲起来啊，一部《华严经》就离不开这个十如。咱们讲如吧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本末究竟。咱们本具的性体的相，一性而起的相，这个相啊，还是不是可见的，细相不是可见相。我们道友们还记得我们讲这个大乘起信论吗？对，大乘起信论讲最初开始，一念妄动，一念妄动，那个妄动就是相。妄动动了，动了什么样子？虽然动了，这个相呢，还是性里头的相。动了它不停，它原念，因为它往外发展，那就叫广。咱们讲的时候，大方广论这样讲的，这个相为什么标的地位？地位不标性呢？性只能意证，心里的默契不能显现的，相不同，相不同。咱们要讲那个一念不觉生三系。就因为一念迷惑了，不觉妄动，动了有相了，这个相是不可见相的相，就是一念不觉的妄动的那个动相，动是个什么样子？特别是心动的时候，心动念是什么样子？照相机照不出来的了，没办法显现了，那心里知道，心念动了，动了，就产生了。业相、转相、现相，是那个最初开始那叫业相。业相只是如，说实如啊，入世业相。但是这个业相离不开体，离不开相。说这十法都叫如。咱不讲如来的如吗？如者是不动业，如如不动。
体上不动啊，相上不行了，相上就缠的呀，立呀，坐呀，嗯，这又越缠越复杂了，又有因了，又有果了，又有缘了，对。在普贤菩萨正者这个这十种都叫如还归于体，还归于那个一真法界那个相，不是这个相性的这个相，一真法界那个相。咱平常说每一个道友，说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物质，它什么体性啊？那是这个相，不是一真法界的圆净的法性法体那个相。木有木相，水有水相，风有风相，地有地相，凡是有相的物质都有它的本具的相，说这个相，这个相。冲出你本具的那个本，我达到了你堕落，堕堕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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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堕最初了，堕落众生的劣，众生类，这就叫末。我让他还本还原，再究竟回到原来的地方去，回到原来，还回那本性。所以说，成佛成个什么呢？成个原来本具的那个体，那叫妙体。成就那个妙性，但是都加一个如字，就是一切诸法都不离开你的本体呀、啊。不管在相上写了千遍的妄话，是变化，还没有离开本体，但你在它起变化当中，它也不是原来的本体了，那还把它使到能够将来恢复到它的本体，这实如都入世，实如这，这十种都入世。这是普贤菩萨所证得的，都是呢，必须得有智慧眼观，还有智慧眼来看一切法，然后这业报眼观呢，一切法都变了呢，所证的实如，把这实如归于所证的实如，同归于正正的法界，成萨婆罗。萨婆罗就一切智。原来有时候加个海，海是比方形容，入萨婆罗海，入一切智海。不过有的经论上呢，萨婆罗呢，他换一个名字了。像那个放光般若经说，它叫沙云岩，因缘，也是翻一些字，沙婆罗就是翻一些字，一些字，唐朝的所翻译的时候说一部字一些字，就是个。般若波罗蜜的名字，般若波罗蜜就叫萨婆罗，萨婆罗也就叫般若波罗蜜，这他在印度的原话叫名字叫着不同的事，要达到了因缘果满了，证得一些字了，一些字了，有了一些字了，就是圆满果位了。那再么其他的经上呢，论上有时翻呢，它分的四种的，把这一些字又分成一切种子，那种子圆满果位。
所谓种子者，就不论它种种类类，无法不通，就这个含义。说世间，除世间，种种的品类，凡是有形的、有相的、有言语的、有思维的，都可以。要用一切种子。说在《华严经》的如来名号篇，列佛的种种的名字，那叫一切一乘。一人是指谁说的呢？是释迦牟尼说的。梵语的悉达多，梵一切一乘，一切一乘就是一切义的悉皆通达成教，叫什么呢？一切种子。这个前面是标名啊，标个名号，略微解释。这没什么显义理的，不是显神义理的，义理在后头显呢。所以说呀，普贤菩萨证得实如了，哪实如呢？要相性体力，作因缘果报究竟本末，或者是本末究竟。是讲所证的，那都是什么呢？你到这个不思议品，看普贤恒愿品，普贤菩萨所说的三昧品，十通十引十定，就显这个了，那都是实如，这都是标个名号而已，怎么料加以解释。在这个很多界经上说啊，一些字、一些种子、道种子、性种子，不过总的说，在这儿解释就是沙婆罗，就是一些字。这个是解释这个普贤菩萨的十种解脱门。十种解脱门，第四种的解脱门，普现法界微尘数，无处是身，还有解脱门呢，遍说一切国度不可思议的差别门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以下讲这个出生化佛入尘数。普愿众生心所欲，入身法界方便门，广大无边悉开眼。这个是这个解脱门叫普现法界微尘数的无数身云，无数身啊，有时候加个云字，在《华严经》里头多加云字的形容词，形容词。这个前半句说的现身，后半句说所证，所证，现身。所证的如来境界，所证的如来境界，是普现法界无处的身云，无数身，不要理解了，都现佛，都现普贤菩萨身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随众生心，他所想的，他所要求的。那普贤菩萨就以甚深的方便，甚深的方便，什么都现，不只现有情，也现无情。那前头咱们讲那些个种种类类的各种神类的，